欢迎收看 Money DJ 财经新闻，我是丁玉山。半导体矽晶圆无疑是今年涨价缺货概念股当中最火红的明星商品之一，因为客户担心缺料，所以提早预订订单。半导体矽晶圆厂商的订单能见度都已经到了2021年，而在台湾拥有12寸矽晶圆自制能力的台盛科，拥有与日本矽晶圆大厂 SUMCO 集团的技术能力，还有台湾台塑集团的生产管理效率，迎着矽晶圆惊人的涨价缺货潮，营运谷底翻身。这次 Money DJ TV 也特别专访到了台盛科的副总经理赵荣祥，请他来跟我们谈谈整体矽晶圆的市况以及台盛科的布局。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盛科的背景。台盛科成立于民国84年，是日本矽晶圆大厂 SUMCO 以及台塑集团合资的子公司，产品是8寸以及12寸矽晶圆。在股东结构上面，经过一波波的市股，现在 SUMCO 的持股比重为46%，台塑集团持股29%，亚太投资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而其他流动在外的股数已经达到15%。在营运据点的部分，台盛科在台湾设有台北办公室以及新竹办公室，可以服务包括桃园华雅科学园区、竹科、中科以及南科的晶圆代工客户以及记忆体厂商客户，而生产基地主要是在云林的麦寮。对于整体2018年的矽晶圆供需以及价格走势，请台盛科副总赵荣祥来说明。2018年的供需，假如说以 GDP 的成长4.3%来看的话，那个需求还是大于这个供给的哈。那我们预估，无论是8寸跟12寸哦，它都是这个需求大于这个供给。那甚至于我们预期这个今年的价格，应该都会有2位数以上的这个涨价的幅度。那我们想，2019年应该也有这个价格回升。有一些客户担心这个能否获得充足的供应量，也都来要求来签订这个长期合约了。在知道了整体的市况之后，接着我们仔细来了解台盛科的产品以及市场。台盛科主要的产品是12寸矽晶圆以及8寸矽晶圆，目前12寸矽晶圆的月产能为28万片，占营收比重60%的水准。主要的客户是记忆体厂商，包括旺宏、南亚科、华邦电、美光、立晶半导体等等。而8寸的矽晶圆产能为32万片，占台盛科营收比重40%的水准。主要的客户是晶圆代工厂商，包括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等等。而近两年看好中国大陆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积极，未来中国一定是半导体重要的生产基地。台盛科也逐渐将销售管道销往中国大陆，目前8寸矽晶圆的产品外销到中国的比重已经达到20%的水准，12寸产品也有10%的水准，透过销售到中国来分散市场风险以及提高获利。而即便目前台盛科的产能利用已经达到了极大化，要如何再提升自家的竞争优势，我们请副总来替我们说明。竞争优势我们主要是能够产品组合能够优化，然后生产成本能够降低，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增强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来提高我们股东的潜力，这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以及这个去瓶颈工程，这一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中。刚刚可以听到副总谈到，无论是8寸或者是12寸矽晶圆，今年整体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有关于不同产品的市场应用面，主要的需求推升动能，请副总来说明。端端来看的话，车用的跟这个将来这个 AI 这一块，我们认为会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成长。8寸在驱动 IC 在这个车用这一块，还有这个 power control IC， 也就是电流控制 IC， 还有先者这一块，还是跟往常一样，都有一定的这个幅度的成长。所以我们认为8寸跟12寸，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呈现非常健康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状态。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了解2018年的整体行情，市场非常火热，订单能见度已经到了年底，都是供不应求的状况。但若是以长期的矽晶圆需求走势，我们也来听听台盛科结合母公司 Samco 用不同的预测观点来告诉我们长期的矽晶圆走势预估为何。未来到2022年它的一个预测啊，因为这个总体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客户需求的很难预估，所以我们把它分了三项。这个 GDP 的部分、大概每年 GDP 大概成长 4.3%， 我们客户端来要求的量，他们的一个想法来预估的话呢，大概是这一条红线，所以需求非常大，非常高，非常高。那我们的母公司 Samco 它的预测呢，大概介于这两个的下限哦，这估大概5%到6%，那客户端来的大概是每人9.7%了哈。今年台盛科的生产计划上面是没有大幅扩产的计划，但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再加上母公司 Samco 对未来需求成长的预估，台盛科和集团未来的扩产想法，请副总说明。为了要填补我们 Samco 这个预估的量，我们需要做一些的扩张，需要扩张。这里面扩张分为两个，一个就是既有厂房的扩张，那另外一个是从平面开始盖厂。也就是说，为了要达成Samco这个预估量，2020年就需要有一小部分要有新的厂房扩建来填补，或者是没办法来meet我们客户的Samco的预估量。那2021也是一样，2022也是一样。那至于说这个国营会还是由谁来扩建，我们现在无法预测，无法预测。受惠于矽晶圆市场需求强劲，带动产品的价格上扬，台盛科去年营收127.1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今年持续受惠矽晶圆市场供不应求，目前订单的能见度可以一路看到年底。在产业供需上面，竞争对手虽然也扩建，但是没有通过客户的验证，也没有办法销售，并不算是有效的产能。台盛科预计，这些新厂对未来两年的有效影响不高，并不会影响供需平衡。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新闻，感谢您的收看。